早晨的各位，真的是好久没见过广州的早晨了，所以呢，昨天晚上就决定今天早上一早出发去看看滨江的日出。今天的日出是早上的6:50，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可以既拍到晚上，也能拍到广州的清晨。哎，前面有辆公交车。又来一辆。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像我，危险动作是总有一天要出事的。这里就是珠江边，等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在解放桥上面看到日出。老人家都起得好早啊。哎，天开始慢慢亮起来了。这个位置我们借用一下栏杆，然后把栏杆中的橙色带到画面中。哎，今天这个天气可能看日出有点难了。哎，站上了这里来一张。天气呀，是看不到日出了。拍一张大爷走路。这个有意思，这个建筑很好。能听到很多小鸟的叫声。哦，五桂纹。那我们现在下桥吧。
个天也亮得差不多了，这个日出估计是没有了。这应该是个图书馆吧。这个木棉花挺漂亮。6:57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